不过这就是好玩的地方，真的有时候这一节在左边，有时候在右边，对，还蛮惊喜又有点惊吓，对不对？嗯，这张专辑啊，然后呢，就是会甜甜的，听他唱那个弹唱，会觉得就甜甜，然后有点就是是。So sweet， 那种对，是很浪漫的 feel， 好像有个男生就在你的耳边呢喃，这也是你想要传达的想象中的情人，对，这就是你的，他是我的情人。当时在录音的时候 ，JJ 必须要把他想象成一个情人，真的、啊、真的就然后在他耳边讲点话，唱点歌，对，好棒，这好，这张专辑好适合当红衣小女孩的配乐。有一点阴森的感觉，一定要跑左边，一下跑右边。但是说实在的啊，这个很多东西真的，请大家到时候再见识。我们现在讲再多，可能大家还是不是完全理解，是哦，还是请大家到时候期待这张专辑，非常的酷。